嗨大家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特别的罐头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？是因为前阵子不是有比较大的地震吗？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就想说我要上网准备一些，就买一些常备的用品这样。然后我就搜寻了地震可以吃的食物，然后就跳出来日本的很多罐头，然后点了之后就开始有更多的广告推荐我更多的罐头。所以呢，我就把一些看起来比较特别，然后我们可能也比较少看到的一些口味买回来试试看了。那今天总共会有十样罐头开箱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品项呢是这个 Pond Can，像这样子两罐呢都是188元，然后两个是不一样的口味，这个是巧克力口味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原味的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在店吃的罐头。你知道美国其实有类似的东西吗？你说 canned bread 吗？它不是 canned bread， 它是 canned pre-mixed dough， 罐头打开然后里面就会有一坨面团，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东西，像是你想要做甜甜圈啊，或者拿去烤面包，就很简单。已经帮你发酵好了。对，已经帮你发酵好，已经帮你用好了，发酵好，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去烤了。哦，这样也不错。对啊，台湾好像看不太到这种。它里面是这样，边旋转边拍打罐头。这吗？是这样哎。好酷哦！它是就是面包店会有的那种烘焙纸，这闻起来像面包店里面会出现那个黑眼豆豆哦。有哎、欸，有，但是好像更甜的感觉。嗯，你的这个它的酵母味道就比较重一点。嗯，它其实长的就是罐头的形状，剥开看看。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硬一点，比较像吐司那种。它看起来内部组织是比较干燥的。它怎么长得那么像竹炭面包？对啊。我先试试看原味的。我来试试看这个。我觉得它这个面包其实跟我们一般吃的还是有点差距，像我刚刚把它剥下来，它就碎成三块这样子，不只是轻轻把它剥下来，所以它是很容易碎掉的面包体。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干的吐司，对，湿润的程度是比较低的。我必须说，这个它没有巧克力味道，试看，非常非常些微有一点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完全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最好吃，巧克力的我不喜欢。我觉得面包本身还蛮香的，可是就是比较干一点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那种灾难的时候可以吃到这样的食物，应该就会觉得满足。对，有一股奇怪的尾韵的味道，那是酵母。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对啊罐头里面的面包，还蛮可爱的。不过价钱的话，真的是有点高啦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从日本进口，只是说买回来，那我们如果去现场买的话，可能就不会那么贵。那因为它包装上有说可以微波20秒，口感会更好，所以我们微波了20秒，很干。你觉得有差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差。嗯，好像热过之后更干了，更干。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品项啊。接下来是天狗关东煮罐，像这样一罐是149元。哦，哇，它真的是关东煮哎，好酷哦。首先有两颗鸟蛋，黑轮应该是鱼板，孵蛋之类的吗？然后还有菊肉 ，Kanyaku， 还有菊肉丝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居然有一个大根，5-6种料这样子。还可以欸，没有太多的罐头味，它就是一个高汤味，它有个很浓的一个柴鱼的感觉，鱼味比较浓。我来试试看它的大根子，口感还不错，但是味道还蛮重的。那个汤底我觉得吃起来有点鱼松的味道，就是那种鱼松的调味。我觉得大根很 OK 欸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口感是好的。鸟蛋也有一个，鸟蛋的话我觉得罐头感就出来了，主要是体现在它的蛋白上面，就是口感会比较像是橡皮一点，然后尾韵会有一个罐头的铁味，有点像是我们这边可以吃到的鱼板，可是因为泡得太久或者是罐头的关系，它变得很软很嫩，但可爱还给一个小牙签。这个康尼亚克还可以，但它不是那种很 Q 脆的那种，它是有一点点 Q 韧的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是它没有那种就是菊肉会有的那种碱味。再来就是吃看这个，这个我觉得是整碗最佳，因为这个菊肉节它的构造可以吸饱汤汁，然后它的汤汁做的没有到太糟糕。嗯，然后整个高汤我觉得是那种鱼介高汤的味道，就是它的有一个鱼味，我觉得还蛮浓的。哦，它是豆皮的那种，它是那个里面有一些孔洞，然后会吸饱汤汁，像冻豆腐那样子啦。对，嗯，反正就是吃一个汤汁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蛮特别的，而且意外的还不错。就是临时在家里面想要吃关东煮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想开一罐来吃欸。接下来是这罐玉子烧罐头，像这样一罐是350元。What？ 这样一罐要350？嗯。哇哦 ，so expensive！
而且闻起来有一个无法形容的味道，蛋清的味道。对，它比我想象中厚哎、欸。它泡在它的一些汤汁里面，然后总共有4块。哇，这样一盘要350块。你一定是在半夜的时候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半夜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就要爆个料？他在半夜的时候睡觉睡到一半，会突然起来，然后下单东西，然后就睡过去了。他自己都不知道买了一些什么。有一次是买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？他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买了生的鸡爪，还有鸡肝之类的。那是我小时候要帮玛尼他们弄那个鲜食啊。对，那为什么要半夜的时候买2-3公斤的生鸡爪？没有，我就是睡觉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是有意识在做这件事。哦，那这个也是有意思的。有意识的，吃看。它好水哦。对，它是很湿润的那种。而且它的分层其实挺明显的。嗯，其实吃起来蛮好吃的。我也觉得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比起一般的鱼子烧来说没有那么甜，然后它是那个柴鱼高汤味道比较重。那这个我觉得比起鱼子烧更像是一个层次分明的蒸蛋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口感跟其他鱼子烧比起来，它比较像是那种生豆包，然后很多层的生豆包的感觉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很软的生豆包的感觉，没有那么 fluffy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它的尾韵有一个奇怪的味道，就有点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那种低鸡精，很鲜的鸡味，它这个里面就会有那个味道，可能是因为罐头的关系。它整体来说我倒是偏重一点点，它尾韵真的有个鸡精的味道，对吧？一个白兰氏鸡精的味道。接下来是这个章鱼烧的罐头，像这样也是一罐要350元。Oh my gosh， 稠的，好高哦！章鱼小丸子有这么大颗哦？有啊有啊，不过这样看得出来，它应该是泡在酱汁里面，那里面一样是4颗，它的大小大概是介于良缘还有比较小的那种争霸丸之间，形状也是长那样子。它就是模一模的东西，然后中间有一个章鱼脚。对，然后再吃吃看，它章鱼脚也太小一个了吧？好酸哦！这个好恐怖，它的味道是酸的哎、欸，它是姜味很浓，就是那种日式的 pickle ginger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酱汁也是偏酸的，而且这个口感真是太恐怖了。这个口感是什么口感呢？就是蛙桂，对，比较软的蛙桂的口感。我来帮它加一点这个 mayonnaise 试试看，别加太多，试看，虾的粥味道也比较对。但是那个口感真是太糟糕了，这个完全不行，我也觉得不行。它是那个腌制姜的那种膻味。对，不，但是腌制姜那个味道其实平常我还能吃，但是放到罐头里面，然后又让它泡那么久，真的就不行。然后它的口感也是蛮糟糕的。接下来是酱烧烤鸡柚子胡椒口味，像这样一罐是80元。它这个系列有非常多口味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我看起来觉得最有兴趣的。它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它没有突破，就是鸡肉在罐头里面的样子。这里面应该就是鸡腿肉，然后我给我看到一些鸡皮这样子。它一块就不会太大。它长得真的就很像泡面里面会有的那种鸡肉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台酒花雕鸡。对对 对, 对，粉红色的样子。这感觉就是放了非常久，然后它都已经有点粉掉了。自己看喽。就是浓泡面鸡。对，然后味道的话是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缺点、欸、它有柚子味，它也有胡椒味，可是超重的，然后你吃进嘴巴里面都是柚子、胡椒还有盐的味道。鸡皮它是软化到你放在嘴巴里面它就融化了，然后不会让你有一个油脂感，所以鸡皮的话我觉得还 OK， 不过肉的口感真的太糟糕了。接下来是这个卡乐迪的濑户内柠檬蒜香味干贝蘑菇，现在一罐是155元。哦，我觉得味道还蛮香的哦。对，闻起来蛮香的。它的扇贝比我想象中小哎，可能是因为它那个图片我有点被它误导了。对，可是它罐头就是这么小了。蘑菇，蘑菇就是一般罐头蘑菇的样子。它里面总共有3个扇贝，然后5个蘑菇。扇贝的话，它其实有一些破碎。对啊。像这个裙边哦，它就掉了。吃吃看，吃吃看哦。
我觉得味道还蛮讨喜的，它就是尾韵会有一个柠檬的酸味，对，柠檬酸味，然后蒜味是有的，但不会太突出，然后有一个辣味，味道还不错，但口感有点偏粉粉，那蘑菇吸了更多的味道，我觉得蘑菇味道有点过重了，我觉得还是扇贝比较好吃，这个酱我觉得可以拿来配一些面包之类的，哦，可以，这个就是又甜，然后又酸，然后又有一点点辣，嗯，然后有香料味，接下来也是卡乐底的濑户内柠檬风味大蒜油渍牡蛎，像这样一罐也是155元。它的卖相没有刚刚的那么好。咦，它的肚子有点东西爆出来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已经看不出来是牡蛎了。对，刚那个是比较完整的，有一些是比较碎的，因为有一些你一夹它就碎掉了。嗯 ，Cheers。直接完全分掉。嗯。你一放嘴巴里面，它就化成粉，然后消失了。但它不会腥，就是有个海味。我觉得口感真的跟鹅肝蛮像的，可是是那种煮的比较久的鹅肝。然后我觉得比起刚刚的那款调味，我比较喜欢这一款的。嗯，它的柠檬又更应该说 mild 一点，嗯，很顺口的柠檬味，然后香料味还有辣味都不会太突出，这个其实蛮好吃的，是蛮好吃的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海鲜好像不太适合做这种事，我现在发现那种贝类或是那种牡蛎好像不太适合做这种罐头，因为它口感没办法维持。接下来是这个玩哈帝王蟹蟹肉罐头，像这样一罐是299元。哎，它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塑胶的包装。就像这样粉粉的蟹丝，这个很像我们平常去吃螃蟹的时候啊，会用筷子去把最后那个脚，对不对？蟹脚里面最后那一整肉挤出来，然后就是碎碎的那种整个罐头。这感觉就很适合拿来做拌饭或是饭团类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仔细看喽，它有一个海鲜的鲜咸味。没有到那么咸，没有到那么咸，可是是有一个甜味的。因为我吃不出来它的螃蟹味，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是你的问题。它好像有一些部分是没有取得太干净的，就还是会吃到一点点不是蟹肉的口感。这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因为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吃，直接吃一罐啊。嗯，一定是会有一些用途料理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用来做菜或是做饭团或是拌饭之类，应该会很不错哎。而且它的螃蟹的那个肉啊，我本来想说它会整个粉掉，像刚刚那个牡蛎一样，但它其实没有，它是可以吃得到那个螃蟹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。对，就不像是我们平常火锅里面吃的那个蟹肉棒，那是假的嘛。对啊。啊，这个的话，它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丝一丝的蟹肉，只是它都很小很细碎。对，可以试一次看看啦。对，蛮酷的体验，我们台湾吃不太到这种罐头。最后一个品项是这个三加利的玉米浓汤，像这样一罐是35元。这就算是一个甜点是吧？它是汤品吧？这个我记得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有在那个贩卖机里面看到过，但我没有买。咦？哦，它的玉米粒在很下面，它真的好像麦当劳的玉米浓汤哦。而且是可能晚上9点10点之后去买，它玉米粒都已经盛给前面的客人。对啊，还是有玉米粒啦，这里这里的啊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甜哦，很像是麦当劳的玉米汤，可是玉米味道没那么浓，然后加了很多糖，真的很甜耶。可能比较少国家的人会吃咸的玉米浓汤哦，是吗？对，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做。它这个就是它已经不能算是汤品了，应该算是一个甜品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所有罐头品项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旅程就是开在一个高点，然后慢慢的下滑，到最后急剧的下滑。我觉得今天让我有点惊艳的是关东煮。就是它各方面虽然有一些东西口感比较软，但基本上就是味道跟它食材本身的状态都是还是在一个 level 的。我觉得是罐头面包，因为蛮酷蛮新奇的。再就是关东煮味道还不错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如果你们有喜欢这个类型的影片，或是有任何的建议想要告诉我们的话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。怎么样，哪个有兴趣？这个好像很有兴趣。你有兴趣？哎呦。